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回到堆金积玉，一个希望你越来越有钱的财商成长频道。学习再多的知识，不实践也没有任何作用。人们常说，要像富人一样思考，其实比思考更加重要的是，要学会像富人一样行动。只有行动才是致富的终极密码。今天这期节目，我们就和大家分享九个必须培养的富人习惯，希望看完后，你也能像富人一样行动起来。记住，只有行动才能铸就改变。在节目正式开始之前，请大家不要吝啬手中的点赞还有关注，您的支持是我们做下去的最大动力。富人习惯一，投资自己。投资自己是一生的课题，大多数人终其一生的追求是想要遇见更好的自己，更好的人生，更多的自由，过上更舒适的日子，而这一切都离不开对自己的长期投资。赚到再多的钱，也可能一夜之间化为乌有；升到再高的职位，也可能瞬间被打回原形。只有能力、素质和格局这些品质，才是我们一辈子的本钱。所以，最好的投资就是投资自己，不断培养和提升自己的水平、能力和修为，才能收获持久的财富和成功。富人习惯二，坚持学习。既然说到了投资自己，就不能不提学习的重要性。富人最大的投资就是自己的大脑，通过不断学习新知识，获取新信息，可以让大脑时刻保持灵敏和活跃。在瞬息万变的信息时代，只有主动学习，主动思考，才能比其他人更快发现商机，抓住关键信息，并有机会赚取更多的财富。坚持学习还需要我们放下偏见，放下刻板印象和自以为是。比如，很多人炒股其实就是炒信息。如果你有敏锐的头脑，能够第一时间分析出信息里的含金量，第一时间买入一只价值股，那就会有更多赚钱的机会。相反，如果你固执己见，自以为是，既不愿意学习，也什么理财知识都不懂，或者不愿意花时间研究，那就算把真金白银放到你眼前，那你也不可能看得见。说到底，只有学习才有参与财富游戏的资格和底气。记住，真正的学习是为了掌握世界运行的法则，在这个世界上找到最适合自己安身立命的活法。富人习惯三，创造多种收入来源。大多数人只有单一的收入来源，也就是朝九晚五的固定工作。除非你在一个受保护的行业，比如医药行业，或者是国家公职人员，否则你永远无法保证一辈子都有源源不断的收入。事实上，普通人往往把大量的时间用来挣钱和省钱，却忽略了开拓补充收入的重要性。今天，失业危机无处不在，在单一收入来源的情况下，一个人的经济状况得不到任何永久保障。你所在的行业可能实现自动化，人才需求也可能会下降，甚至一个政策出台或是疫情战乱，整个行业都会消亡。如果有了多种收入来源，即使你不幸失去了一份收入，起码还有另一份收入作为保障。所以要想成为有钱人，就必须有多种收入来源，这也是很多富人的共同特征。我们经常看到富人投资各种项目，创立公司、房产、股票、基金等等，这其实是在进行资产配置，从而形成更完善的收入来源组合。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，短期内没有那么多钱去做投资组合，但是我们依然有可能在有限资源的情况下拓宽自己的收入来源。根据统计数据显示，百万富翁平均有七项收入来源，但这七种收入来源并不是完全分开的，他们实际上可以归结为三件大多数人都能做到的事情：实体、数字和服务。实体及实体产品，例如你擅长绘画、摄影，就可以在网上卖一些自己的绘画或者摄影作品。即使在今天，社会对实体产品的需求仍然存在。当网络经济陷入低谷时，你可以转而购买传统的实体产品。数字产品也是创收的重要手段，你可以在亚马逊上卖电子书，也可以推出在线课程等产品。最后，还可以通过提供服务，例如咨询和指导来创收，比如自媒体经营和 SEO 投手等。
随着世界的变化越来越快，人人都需要给自己准备好后路。富人习惯四，坚持早起。我们经常能够看到各种关于名人早起的故事。村上春树每天早上4:30起床，柳传志每天早上5:00起床，李嘉诚每天早上6:00起床，巴菲特每天不到7:00起床。虽然真实性还有待考察，但似乎大多数优秀的人都是坚持早起的。早起不只是一种习惯，更是用来成长和自律的决心和态度。你可以不用早起，但一旦早起，一定要利用早上宝贵的精力槽去做对自己未来有利的事情，而不是消遣浪费或去补昨天拖延欠下的债。特别要注意，不要用熬夜代替早起，因为熬夜是用健康换效率，反而得不偿失。只有精力满满的去做对自己未来有意义的事情，才会事半功倍。富人习惯五，做真正热爱的事情。喜欢是成就感的副产品，只有找到真正热爱的事情，你才会为之倾注所有。乔布斯曾经说过，我们在职业生涯规划时，一定要找到自己真正热爱的事情，如果找不到，请继续去找，直到找到为止。我们一生中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工作中度过的，如果所从事的事业不是自己真正热爱的，那么你就无法真正投入全部的精力去做这件事，自然也就没办法在这个行业中取得伟大的成功，无法成就自己。因此，无论是即将毕业的大学生，初入职场的年轻人，还是已经工作多年的老油条，都应该时不时问问自己，你所决定要从事的工作是你真正喜欢的吗？如果是，和别人相比，你在哪些方面表现得更加优秀，哪些方面技不如人呢？只有足够了解自己，才能在最大概率上取得成功。富人习惯六，与志同道合的人共事。一个人走得快，一群人走得远。做大事者必会找一群志同道合者，共同上路，一同做事，去实现远大的理想。所以说，要么做自己喜欢做的事，要么同自己喜欢的人一起做事。每个人都很忙，话不投机半句多，为了不浪费自己和别人的时间，就不要试着去改变与你三观不一致的人。很多时候，我们花了太多时间和精力浪费在试图改变别人这件事上，最后不仅什么都改变不了，还碰了一鼻子灰，生了一肚子气。富人懂得把时间用在与你志同道合的人身上，效率才最高，用在你的家人和朋友身上，幸福感才最强。所以人生要学会做减法，减少与自己未来无关的人和事。富人习惯七，敢于面对挑战。在获取财富的道路上，注定不会一马平川，也不可能一帆风顺，困难是在所难免的。而能否成功的关键在于是否有遇到困难不轻易退缩的胆识和勇气。如果没有敢拼敢闯的魄力，就很难走得远。大家发现了吗？很多由贫穷变富有的人都有一股爱冒险爱挑战的拼劲儿。他们知道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无风险的发财之路，发财的机会往往都伴随着风险，而且有很大的随机性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唯有敢于冒险，才有机会改变命运。富人习惯八，消费有节制。节制并不是不花钱，而是提前做好预算，先储蓄后消费。大多数人都认为有钱人的生活很奢侈，实际上，他们相对于普通收入的人群反而更节俭。大多数的富翁都会量入为出，精打细算。的确，从表面看，富人更会花钱享受生活，但如果仔细观察，是因为富人懂得花钱买认知、买圈层、买决策、买价值。他们更多的把收入用于资产增值上，而不是消费在穿戴和炫耀上。记住，幸福感最终取决于我们对生活的态度，而不是无节制的奢侈浪费。富人习惯九，永远心存目标。很多人天天把赚钱挂在嘴边，却从来都没有制定过明确的目标和计划，过一天算一天，对未来毫无头绪。而富人都很清楚自己想要得到什么，为了达成目标需要付出怎样的代价，
并且会认真做出可行的计划，并一步一步地实施和完成目标。当目标和积极的心态相结合，就是所有伟大成就的起点。要想成为富人，就要有明确的目标。如果你对现在的人生不满，那就选择一个新的目标，努力行动并做到最好。因为一个明确的目标是人生任何阶段都必须要有的。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和各位分享的内容，希望大家通过收看我们的节目能有所收获和思考。看到这里的朋友别忘了关注对镜机遇，再次感谢大家的点赞还有关注，咱们下期再见吧。